你们日里没几十万，你们赶紧吧，你们救我吧，我这活不了了，我没法过了，我跟我这媳妇。怎么什么怎么了？现在就是他先虐待我呀，他不让我开空调啊，现在都六月了，啊，现在他不让我开空调，一开空调就打我，就骂我，我现在晚上只能开电褥子，哪有他这样的？没有这样的虐待的。你说话别不实事求是，当时还没去，你怎么人家造谣啊你？你我怎么会造谣？你看你凭什么不让我说？对不对？怎么大家这是？不是怎么了？就是说现在我叫着媒体过来，我这诉苦啊，跟在家里受虐待，我不想跟他过了。大哥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哎，你他妈不要脸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街坊邻居你打你打的，谁虐待你？你跟他舔着脸都这么着呢？大姐，你先消消气，先让大哥说完，是吧？完了吧？你看完了没？你看没？人都让我说，不让你说呀？你这女的真是抢话，没人抢话呀！我他妈不是过来，大姐，干嘛呀你？大哥，你别过，大哥，你看，他不跟哪儿装，还得跟哪儿装呢？没谁装吧？大姐，我有病，你还在哪儿录啊？对，那我不录，不录，我走了，走了，别等我，大哥，我这是明杰，这是。